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到你的饼和杯的跟前。啊，对。这饼和杯乃是表记我们主向着我们的爱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一切，舍了他的生命，流出宝血。这宝血不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除去我们的不义，他更是把他的生命如水般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湖来。我们谢谢主，叫着我们的因信能够进到你自己的荣耀里头，因着信能够进到你自己的丰富里面。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，在今天早晨与众弟兄姊妹们、与神的儿女们、和一些朋友们一同来到你的饼和杯的跟前。说我们吃你喝你，乃是与你有份，乃是连结于你。我愿你自己的恩典和长明的教会同在，我愿你自己的丰富显明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主要叫世人看见我们是是盐是光，主要成为你自己在荣耀里向着世界的发表。谢谢主，我们再次把荣耀送在尊贵都归给这位被杀的羔羊，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你自己可爱宝贵的名。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我们在这七日一日来到你的饼杯跟前，是享受你这爱的宴席啊！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爱，是如今把我们召集在这里，说我们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，我们领承恩惠，得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请接纳我们之间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心中的感谢和祷告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和我们同众弟兄同在，阿门，同在，是，直到永远，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，一起唱诗第十二。